别磨了。是的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30秒到达战场，还好他的小驴人不可能打我，我来的全 AD 应该也没啥问题。你要不然说一下未成年学生党队不要送，让有能力的老板。谢谢蓝莲汉的亲舅舅。哪有未成年呢？未成年这时候还没那啥呢，还没放学呢。这都放暑假了，你说啥啊？是吗？对啊，全军出放假了。放假了，他们也不看直播呀。未成年谁看直播呀？未成年都在那荣耀呢。收到。我未成年，我还给主播刷礼物。我直接我就压岁钱，我就来一套天空套，我自己都不够花，那我还给主播刷。未成年边看直播，你咋了呀？你也带的不灭呀？我操，不灭剑吗？不灭剑魔呗，行，剑魔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正在呢。你给我打死他。你怎么不往下走啊？怎么的？你还要反杀一下呗？我吃个经验。我飞着呢，我二级，我飞不过去啊。那我也有势不可挡，我肯定来一下子。哎，我是中毒了，那二级老来。打野现在不来了，整个中单跑过来了。他们是怎么做到就老二级就能去赶客的呢？我都不能理解。我也去。你不有蛋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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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别急别急别急啊！你不有蛋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后边来一个！咱俩还能好好玩游戏吗？什么意思呢？
现在的我有点不想说话。振作起来，支棱不了。对面二级抓我，我们家队友也抓我。我去了，他拿个枪给我搁外边了。你他妈咋的你？我现在我都想骂人，我都没骂。他有鞋吗？他没鞋呀，上的太快了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Shut down. Shut down. 你就双杀，你也得不到我的认可，明白没？干啥呀，剑魔？草丛里边要吃人，留一个小兵啊，马上升三，看着没？留一个小兵，直接进草丛干他，直接控制抵消。我已经很细节了，我已经很细节了啊，但是没打过。我建议拳头能不能给这个石头人再多加点弹，是不是？那英雄蓝确实不打够用，我三段内圈这不重要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是必吃的，我得跟他近战打呀。我得好好玩了。好的。怎么零杠三了呢？不应该。小绿人二级赶上我那波，太伤了。你都会抢答了，确实有点伤，你知道吧？前期被抓确实很伤，我前期优势我没打出来，到中期就不好打。正在呢。然后我们家中单还打不过。剑魔要出啥呀？要出星石啊！这太瞧不起人了。那征服者都不带，带老婆不灭，还跟我俩出星石。小伙子，你耗血耗的还可以啊！我说句实话。没用，直接亮点赞。给我了吧，给我了吧。那啥呢？你很懂我。别让他中单过来抓我啊！一千一，你要一步超吗？可以试试。这样可以行？不行。还是这样吧，
ally has been slain. 我谁都不怕，你就别把这玩意儿养起来就行。我还真就谁也不怕，我就怕这中单装备太好，打我太疼，我不怎么出魔抗。小偷，这是什么小偷呢？佛爷哥不费蓝，我们家中单有没有蓝都一样。发现石头人本来就偏难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不拿个蓝你怎么一定超？不拿蓝我怎么打优势？我不打优势，我难道我指望着冰鸟给我打优势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要杀他好几遍了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800，差200。不是，我只是肢体活动没补到。是的，我预料到可能会补不到，所以我使了一下劲儿，你明白没？但是这劲儿吧，使完以后还是没补到，可惜了啊，可惜了。该跟我打了吧，剑魔，啊，这波总该打了吧？你要不打，我可要越塔了。满血越他应该也没啥问题。先抠他一下，打个骸骨，等个皮，牙拍地板套点连放抠。闪现躲我大，不躲那就死。别急，没完事呢，小绿人来了。我都看见他往上走了，我们家中单都不给我打信号。我不饿。哇！伤害也太高了吧。你这个大哥他走的已经很漂亮了，就这个走位，这个意识，我就尽力了。哎，如果不是中单送太多，把对面养太肥，你肯定得死。确实。我就应该快点闪。嗯，可以。放墙啊！你刚才墙不放挺好的吗？给我隔的这么好，隔别人不会隔。你咋的？哎，我都满血越塔杀你的选手，你咋那么狂？坏了，不打掉血了！我这伤害全靠日炎给我打，你打吧。往哪跑？站着！我讲，哎呀，算了，放死了。收到。是不是被我的操作折服了？折服。顶着一大波兵线，只能在他这面撤。
回家了吧。我不动，你看不见，瞎的一个。哎，我说实话，你还真就打不过我。我这是我回家了。活结哥还行，这小绿人装的也不太好，也就一般吧。我跟他打也没啥问题。我估摸着他可能要蹲我。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我等技能呢，我先把他眼儿排了，不急啊，我们在这儿等。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哎呀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那跳人儿，啾啾，啾啾，快啾啾！我放抠。快来！我勾引一波。哎，勾引成功。他在等队友，有什么用？我也有队友。还行。哎，这 ADC， 我先把这 ADC 给他夹死。先杀这挖掘机啊！我夹，我死不了。哎呀，我凯旋呀、啊！还有这露露怎么不给我套盾呢？啊，他来的慢了，他稍微慢了一点，我凯旋没回上来。凯旋回上来我就死不了了，泰坦打人不掉血。你厉害了，石头。算了，你给他让个蓝吧。没有蓝了，下一个的吧，下次一定。我让他明白我有多么的无奈。从石头里放出来的，哎，好勾！魏扎不是猴子吗？好勾！不管了 ，ADC 他们都管不了，他还玩什么？快给我套个套，套你给我套啊！你别给那佛爷哥他满血，你给套啥？套我呀！给个蓝，你打人都不费蓝，你要什么蓝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杀了九个人，你就很厉害？
其实你也就两件装。兄弟们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我在这呢，别怕，一切的一切都别怕，就两个字儿，别怕，就别怕。投降。这把是可以交钱，真是心服口服。口服了吧？这把配得上一个飞机不？配得上。就惹赛来了，这把不得给我刷个飞机啊？来吧，兄弟们，开始吧，过一个福星挑战任务吧，还差12架飞机就可以过去了，啊，就可以过去了。